并没有被我的心并没有损害到，所以就碰到心也不会加薪，我心是满的。可以停止移动并隐藏在我的龟壳当中。大家好，欢迎大家点击这个影片跟我一起来玩 The Way of the Turtle。 这游戏不算是一个很热门的游戏哦，不过在玩这个游戏玩过的人都说这个游戏还不错，所以我就下载来玩玩看。这是我们的主角，一个乌龟，超丑的，一点都不可爱。第一张就要找这乌龟小姐。那我有连接到这个 PS4 的手把，所以我可以用手把来控制这个游戏，那也可以用触控来玩，它会自动的走，就是要让他可以跳过障碍物就好了。那玩过这个游戏的人都为什么会说这个游戏好？就说可能对这个游戏没什么期待。可是意外的好玩这样子，所以我也来试试看。的确，我玩到现在觉得还蛮顺的。有些机关，看起来这个紫色的是危险的地方哦，不能通过，所以我就该躲那个紫色的地方。这个心不能拿吗？这些障碍物都不会自己掉下来，还会掉下来压你。你可以拿个心，拿不到。我知道为什么拿不到，可能我并没有，并没有被，我的心并没有损害到，所以，就碰到心也不会加心，我心是满的。可以停止移动并隐藏在我的龟壳当中。护盾龟壳可这样按一个按，另外一个按钮就可以变龟壳。哦，这样子可以停在上面，继续走。知道了，这就是为什么他有那么多停下来的这个，为什么有那么多障碍物啊？其实要让大家学习这个停下来的技能。
是这样吗？知道了，来走上去。哦，真的关卡设计还不错。这样我就顺利过关了。这个跳过去，心我拿一下，我觉得这游戏就设计得很好，它就是拿到了这个功能以后，它就会叫你真的使用它。这游戏是 Apple Arcade 的游戏，叫 Way of the Turtle， 乌龟的游戏，操纵小乌龟。不晓得大家以前有没有玩过那个 Apple TV 上面有一个螃蟹的游戏，这个就是那个 Mr. Crab 那个团队做的游戏，所以感觉有点像。跳跃没有按跳跃，少了两颗血。将完成第一个区域，哇，全部都死了！如果三颗星都死掉的话，也不会怎么样，就重来就对了。哦，可以把它踏死啊！知道了。应该是要从这边走到这里。好，可以补一颗星。哎呦，新的角色。打开商店，哦，这还有商店，那我们就买一下地图。哎，不够钱买，那就继续喽。
这边呢？这边干嘛的？要往下。哎，跳不上去。这边好像很危险的样子。好，把他杀了。也蛮不错的这个游戏。啊，被刺到了，还剩下一颗心呢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等我们的船过来，嘿，叫我拿到一颗星。哦，这应该是 checkpoint 就对，如果真的死的话就会在那边 重新玩游戏。这个地方小心点，哎，这边我先想想要怎么过。哦，要跳上去，就跳在那边，跳过来这里。好，到 checkpoint。 等一下我真的死掉的话也没有关系。就应该从 checkpoint 开始玩。好险我刚有到 checkpoint。 哎，设计好巧妙。哦，真的是要买个地图哦，不然可能会迷路。跳下去有路可以走吗？没有路可以走。回到这边，啊，这边也不能过去。
叫我到另外一个 checkpoint。哦，这我知道要跳了，当然没有跳，吃了好几个血，可能最后我太晚跳了，早点跳就可以了。冲刺龟壳。哦哦哦。新的技能。哦，就是要用冲刺啦，知道了。冲刺。懂，这边都要用冲刺的。冲刺。跳起来冲刺。觉得设计的很棒，它都是新的技能，它都叫你可以使用。不行，可以，要跳起来冲刺。啊，这不能用冲刺杀死啊，这个怪，还是要把它踩死。成功了，过来这边。好，所以我就换一个龟壳，要换龟壳才能过特殊的关卡。那我就往这边走。过来这边，不错，这个关卡。接下来走下来，这样子的话要用冲的吧，换一下龟壳。换这个可以冲刺的龟壳。酷。这样我就过了。哦，所以这边又要切换龟壳，知道了，换这个固定的。
我再一次哦。这什么 ？BOSS 要来了吗？真的 ，BOSS， 好像不是 BOSS， 这个是 BOSS 吗？这看起来不像 BOSS 啊。发生什么事情？那个才是 boss， 大概。大哥，打不到我。这样我们就到 checkpoint。 BOSS 也过来了。哦，小心点。蛮有趣的，蛮有趣的游戏。又要切换龟壳了吗？换这个。哦，好，成功了。大哥来，大哥来了。哦，这是他的老婆。这样，那我想我们今天去玩到这个地方，我们玩了第一章哦，那第二章是要操控他的老婆。那我们下次再继续玩下去。我是魏巍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